请我们呢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大屏幕，谢谢你们。 大声一点！
球全场送上我们 MVP 的声音，享受这一次的过程，谢谢你们。MVP。谢谢志杰十年的真诚，十年努力，继续掌声送给志杰，给他最好的祝福，谢谢你们。他们怎么都打起来了呀？一二三。